好，接下来就要介绍所谓常见的酸，但先要讲的叫做酸的通性。所有的酸都怎样？第一个呢，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，这是重点。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，所以氢离子是一个酸碱的表示的。 指标以后要讲的，OK。第一个重点，所有的酸都有氢离子。好，再来呢，酸有腐蚀性，然后尝起来有酸味。告诉你不要轻易尝试，你喝醋就算了，不要跟我说你要喝硫酸，看起来有没有酸味。好，不要这种傻事，OK。好，就是就知道就够了，知道就可以了，不要理它。然后下面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指示剂的颜色，这是要背的。 这个是要背好的，请你给我记好石蕊、酚酞、酚酞跟广用。我应该说过好几遍了，考试喜欢考石蕊跟酚酞，有考过广用，基本上没有考过酚酞。你给我背好，你给我背好颜色是重点，酯基的颜色要背好，还有重点，啊，这个浓硫酮氨烯是，这简单啊，大家都放任，不用管它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也是个重点。 叫做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会产生氢气，这是一个重点啊。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产生氢气，所谓的活性大的金属，就是你当初背的那个活性表里面，活性比氢大，叫做活性大的金属。所以你只有背过五个活性，叫小，叫做铜、汞、磷、铂、金。 他们活性比氢小，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叫做碳酸盐加烯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碳酸盐的碳酸叉叉，碳酸钙、碳酸镁、碳酸钡，叫做碳酸盐加烯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重点，碳酸盐加烯酸，然后这两个重点请你要记好，活性大的金属加烯酸产生氢气。 碳酸盐加烯酸产生二氧化碳，然后要讲的是硫酸，介绍硫酸，硫酸油状被点，巴拉巴拉巇，它叫做化学工业之母，因为它在化工上有很多的用途。一个国家的化工业发达程度，可以用这个国家的硫酸消耗量来当做指标 ，OK， 化学工业之母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浓硫酸有脱水性。 偶尔喜欢强水，所以当初有做过示范实验，一到方糖上方糖会变黑，因为水被抢走了，只剩下碳。可是这里不见得一定要烤方糖、纸张，我可以烤氯那个氯化亚钴，有水氯化亚钴跟无水氯化亚钴，我可以烤硫酸铜晶体，有水硫酸铜跟无水硫酸铜。 所以重点就是要记得有水的颜色跟没有水的颜色。OK， 那这里是有强烈的脱水性，然后也因为它这么喜欢水，又放出高热，所以当初有强调过要如何稀释浓硫酸，要如何稀释浓硫酸，这是一个重点。然后这边先讲一句，最后这句话，浓硫酸有脱水性，可是稀硫酸没有。所以曾经有人考试题目说，沾稀硫酸在纸上写，没有什么字。 火上烤一烤，这就出来了。因为稀硫酸没有脱水性，浓硫酸才有脱水性。然后，就刚刚跟你讲过的，要如何稀释浓硫酸，这也是一个问过 N 遍的重点。要把浓硫酸缓缓倒入水中，时时搅拌，时时搅拌，这是一个重点。OK， 浓硫酸要如何稀释？啊，这个重点，它有强烈的脱水性，它喜欢强水。 然后放出高热 ，OK， 然后呢，可以浓硫酸可以很多技术就产生二氧化硫，稀硫酸会产生氢气，浓硫酸就看看就好了，国中不重要，酸很讨厌，你上高中就会更明白，浓酸跟稀酸反应常常会不一样，浓酸跟常常会不一样，那我们国中教的就是稀酸。 那个比较像酸的酸，OK，比较稀的酸，像那个，所以就稀酸。那浓硫酸你就看一下就好了，比较没有关系。但重点是加稀酸，活性大金属加稀酸会有氢气，然后一些用途就看完，啊，做什么硫酸铵啊，当肥料，就看一看就可以了。
所以以上就是有关于硫酸的部分，要记得它有强烈的浓硫酸，有强烈的脱水性，要记得要如何稀释浓硫酸，要记得如何稀释浓硫酸啊，知道一下它是化学工业之母就可以了。又是跟各位介绍酸的通性以及硫酸的部分。